贾老师讲故事节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贾老师。前面个节目，我讲讲王阳明的故事第廿一集《分信兼备》，明正德十六年个春天高，吴中皇帝驾崩，改革唐阿弟朱尔衷登基，史称明世宗。世宗皇帝以王阳明平定宁王的功劳，封他为信兼备兼南京兵部尚书。不但王阳明的长三代，包括给那个老母可以再封，子孙还可以世袭。甚至到王阳明屋里的一年，正好是王华77岁的生日。亲眷朋友后山过来祝寿，孙子的到来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当时王华已经重病不起，给周子弥的这个王阳明话：“当年宁王起兵谋反的辰光，我以为侬必死无疑，但侬不但没死，最终还围捉了宁王，取得了胜利。当朝里有人对侬大肆诬陷的辰光，我以为侬肯定在劫难逃。”家己提心吊胆个整整过了两年，没想到冒尖的朝廷竟然做了侬介大的封赏，使得了父子还能欢聚一堂。不过，人在山之师，福在后之基。侬既没得到个褒奖，既是好事，亦是祸事。侬今后要更加个小心谨慎啊！王阳明马上举刀在地，父亲大人的教诲，儿子一定铭记在心。旁边那个客人听之，也是深受教育，何塞感动不已。当年夜头，王华就过世在，王阳明在屋里守孝三年，因为有人暗中作奸，朝廷没严实的启用，伊在屋里等了三年，在一个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，王阳明先后在绍兴阁积善思源、余姚阁中天阁讲学，一段时间也是给一生当中讲学活动最兴盛的时期。随之，王阳明的影响日益扩大，多几个人也是与日俱增。嘉靖两年，吏部为试，主考官竟然以性欲为题目，演出出个批判王阳明，众弟子纷纷不平。只见王阳明高兴地讲：“阿拉倡导个性欲，从此将在天下广泛个传播者。”弟子们无非是你我一家，给他个个那个批判性欲，这个还会在天下广泛个传播呢？王阳明我在，本来我个预算是不可能变高天下所有的读书人，但没记得朝廷的为师以性欲作为考点，即使是消息最不灵通的读书人也没不晓得个罪。众弟子听之，这才恍然大悟。观众朋友，前面王阳明的故事先讲到头，阿拉下期节目讲最后一集《此心光明》，谢谢各位。